气公司出产的5吨大卡车，第一批20辆已于3月28日出厂，招待各界人士参观。汽车工业是属于国家的民族工业，玉龙公司现在逐步进展，已经具有规模。目前国内每年需要的各型汽车大约2000辆，该公司为了配合需要，针对这个数字拟定生产目标，对于国家和社会将极有贡献。